有原味的凉面，好内用。谢谢。人家这样讲，人家店家是老老实实，当打带上去就好了啊，为什么要这样讲人家？中间有人，因为你看鸡蛋，哦，那个是老司机嘛，对啊，那个网络上面讲要老司机啊，对。为什么你知道吗？你部落客，后来现在部落客写东西都，它流于商业化，全部都在拍一些那种很贵、很虚华的东西。那个对我来讲没有很实用。那个小惠凉面啊，你应该有听过嘛？那个老板娘，因为她刚好在学习，她在邦和国中、和平高中、大安国小旁边，所以她的凉面，她刷一盆40块。 然后它的汤30块，汤2颗贡丸、蛋花，那个还有豆腐切丁，重点里面还有丁香鱼哦，它不是说卖你30块的那个豆腐汤跟没有，里面还有丁香鱼，可以吃到丁香鱼。哇，这做运动哎！对啊，我自己的，像我自己的，我拍我自己的 IG 给你看就好，我 IG 也是很多人就看了我 PO 的，然后就跟着跑来那个啊，因为我全部都是剖吃的、啊，像我连这种也剖啊，有一种我拍给你看，这个在那个文化北路，3重文化北路，台北市应该找不到这种现榨的西瓜汁，3杯50块，它的杯子比这个再高一点点，虽然是小杯吧，我之前跑外送，跑这种的，那你说？ 台北市要找西瓜汁便宜，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在景美夜市，就是这边80块，景美夜市口景美街，因为它跟斜对面的2家果汁店在对打，所以他们的西瓜汁现榨都是30块。而且其实很多人问我说，你面线好谁好吃谁好吃？我坦白讲，所有的台北市喊得出名的面线我都吃过了。其实你面线不外就是柴鱼、高汤哦，它那个底。 那看你是喜欢吃勾勾还是吃比较轻一点？面线再怎么变化，变化不大啦，除非说你说像后来的那几间在玩那种什么多料的，对，那种锅拜系的那几间以外，